上次我们讲到善用其心啊，就是说学法要善于学。怎么样叫善于学法呢？这句话是文殊师利菩萨教授们，善用其心，就是你学法的时候啊，要把你的心用好，用好。用好的含义呢，你现在到此地来，到咱们大家共同学习这一部经，你的身现在是没问题，一点错误都没有，但是心呢，容易产生错误。就是你在此地学经时候，一心一意的，不想其他的，外缘都是放下。文殊菩萨教授们，你把自心一处，就是善用其心了。善用其心的本身呢，就是大乘的教义。大乘的教义，说你先要修观。等大家来这儿了，我听大家在这儿，在外头说，互相谈论。到了这个讲堂了，来听的时候，你先呐沉静一下，观观你的心。这个叫修观，修观。先使你在外边一个浮动的心呐停下来。这是听法者，意思就是说，进了这个道场里面，把你外边的尘缘都把它放下。听法者入世，说法者呢也入世。法师是以法为师的，没有我人我见。我知是以法为师，以法为知的。法师有没有讲错的？如果讲错了，下一这个字的定义下错了，犯法。我们在世间法犯了法的，有法律规定的，那你说法师又犯了这个规程的犯法，那受因果报应，讲错了法的要受因果报应。下一个字的转语下错了，堕了五百世胡身。这个故事等以后有缘再给大家讲。法师的弘法的意思就是少龙佛宗继承佛法，对，所以文殊菩萨叫什么？善用其心，少容佛众。这是说法的含义。那学法的呢，说者要善于说，不违背佛意。讲这部经，这部经是什么意思，不要违背这部经的意思。听法者要是坚定自己的信心。我说这个话大家可能有点怀疑，说我们到这儿来听经还没得信心吗？我把信心的标准跟大家讲一讲，什么样事是有信心。高的境界我们要求不到，低的境界呢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两个钟一个半钟头，我们把外缘呢暂时放下，清静一点，一心一意大家共学。我无非是给大家启示，但是用心还得大家自己去关照，用心学。以心跟法相通。如果我们穿的衣服有尘垢的时候，你感觉不舒服；如果你心里要有尘垢的时候呢，不是一样吗？那你学
在你学法时候就不容易学进去，懂得这个含义吗？对，因此呢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学正文啊，学正文。坚定信菩萨请求佛给说说这部经，就说说人间的善恶业报。说佛言：善男子，随汝所问便可说之。说你现在请求的我答应你啊。佛称赞嘛，坚定信菩萨，善男子啊，你想问什么，你问什么我就跟你说什么。佛是有问必答的，不拒诸一切问。那么坚定信就菩萨言，坚定信菩萨就说了，说入佛先说，佛你讲过去讲经不都是这样说吗？要我去世正法灭后，相法相尽，说正法已经不在了，佛去世了，正法就不在了。那佛在这说法呢，分三个五百年，两个五百年，末法一万年了。佛在世时候说法的时候，正法五百年，就证明了正果的人、成道的人，闻法就开悟，开悟就成道。相法呢？虽然正道少，文法都是坚定信心的，说这个时候啊，相法也相尽了，正法五百年，相法五百年都尽了，那到了末世时间，就是末法，末法在佛说其他经上说的呢，一万年，在这个时间。这正法末正法相法都灭尽，这个时候众生的福薄福德啊很薄了，就是众生没得福了，多助衰恼，衰是衰败的意思啊，做任何事物成功者少，衰败者多呀。对，人的生老病死，乃至于不等老就病，中间死亡的很多。在这个时间社会是什么现象呢？国度受难，这个国家经常的灾难频繁，国度很乱，说不出来的种种的困苦磨难，人人都怀着不为心情，被这一只事物抵挠，就形容着到这个末法的时候，社会上的现象是这样一种现象，这个都很浅显的，人都很懂的，总的说来，佛法进入末法的时候，现在我们已经快三千年了，进入末法已经两千年了，将近两千年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已经哪法很盛行，善法呀，做善业的很减少，如果善哪两个对比起来，善少哪增，哪法增加了，这个从我们出社会现象中大家都能理解到了，烦恼很重的，无论哪一个国家都很不吉祥，国家很不吉祥，因为是难不难，水灾火灾风灾地震，就是这个地球上灾害不断的升起，这个现象大家我不详细讲了，大家都看到的啊。我入弟子施其善念，怎么三宝弟子啊，善念容易消失，恶念容易增长，增长的是贪嗔痴嫉妒障碍，也有行相法的，相是行善法，
就是我们行善法的时候里头夹杂，夹杂很多非善。为什么呢？都是求世间的名闻利养，以名闻利养为主，而专心修俗世的法要的减少了。这个现象我想我们作为道友都看见了，这个我不详细讲了，因为这个社会现象上已经给我们告诉我们了，就是这个现象。说坚定信菩萨向佛请求时候，说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兼贪嫉妒，人人都怀疑，乃至自己的亲人父子啊夫妇之间啊都怀疑，人对人之间互不相信任。在这个时候修行非常困难，非常困难。那么在这个时间我们行修行的人的心怎么样跟一切的大众联系起来，因为在这个时候善恶交杂，但是说是古来说繁盛交缠呢，在我们这个时候圣者已经没有了，还没有圣人跟我们交缠。那么同时在这个时间的思想非常混乱，信念呢什么都信，不是真信，失掉正信。每一个人他心里头贪嗔痴嫉妒障碍我慢，生出来心呢，不是利益人，竟想多吃多占。这个世界上物质现在有限，你占多了别人自然就减少了，这种情况很多了。每一个众生的业障性气很不难定，就是脾气很暴躁，动在发火，乃至伸手打人打架。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呢？那里头修养内德的修养不够，那里无德，乃至于虔诚供养三宝的礼拜的不多，求鬼神的不少，是现实的现象。打执命斗的多，真是了生死的少。因此呢，这部《善恶业报经》就告诉我们，分析如何认识善，真善，如何认识恶。但是你眼前的你能知道，这是对待自己的，不是向外对别人的。你能知道你过去的善恶业吗？简单说，我过去的善重善业很重，今生你的灾难很少，你所遇到的幸福生活很多，很平静很安静，常时得到三宝加持，这个神人都可以看得到的。如果你恶业重善业少，事事你都不顺心，对，同时你心里头呢经常着怀怖恐怖感，患得患失，恐怕把自己现在所有的失掉，事实上也容易失掉。因此啊，我们的心呢非常的不健，非常的不健。
所以那就劝大家发菩提心啊，行菩萨道。这我常听见我们道友互相讲的了，啊，法师，各位法师也都这样宣传，啊，希望我们三宝弟子能够对于这个善心所增长，恶心所减少，嗯，对。同时，在这个特别说我们生众。在佛在世的时候，嗯，啊，佛在世的时候，他的大弟子啊，就有的发愿，专门化那个有缘的人，为什么有钱的人，嗯，有缘的人都得有缘啊。须菩提，他就专找这些个富有者。向他们化缘，那日乞食也向富者乞食，什么意思？他说他富有很难得呀，如果他再不培福不种福田，他会把福田失掉的。在过好日子时候心里欢欢喜喜，但是一旦失掉了，过困苦的日子他就没办法生存了，就是须菩提的意念。所以他托钵乞食专找那个富有的家里去化缘去，嗯，迦叶尊者呢跟他俩相反，嗯，他专找那个穷人，嗯，他并不为自己这些个圣者呀，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吃好吃坏出发点，他的乞食是给众生培福的，嗯，因此他说现生他受苦，让他动种善根吧，以后就不受苦了。但是这一种佛批评啊，专发后的化缘向富人化缘不对的，专向贫人化缘也不对的，遇着什么样缘就折什么样缘，就是你在修行当中你怎么样用心很有关系，很有关系，嗯，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发心的时候善用其心的心呢，啊，怎么样发，要发菩提心啊。当我最初讲善占察善那业波经的时候，有些道友，就是我大概最初在美国，在美国纽约时候讲占察善那业波经的，给我做聚落的那个弟子叫吴比涛，他得跟我讲提出这么个问题，这个向专向富的化缘或者专向贫的发愿是有减灾的，佛教授们没有减灾的，遇着生人就跟生人结缘，嗯，这个呢平等发心，这个叫发菩提心的，嗯，菩提心呢一般的讲解的都很多，但是在大乘起心论上讲是以三心为主，三心合成为菩提心的，就是知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嗯，这三个心都具足了，在你这一念间想做一件事儿，有知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但这个不是到那个时候你做这件事儿去分析去，我要什么样才是知心，是不是大？不是的了。就在一念间，这在你平日的功力啊，不是到临井的时候，你平日经常的想知心身心大悲心，嗯，那你平日用功的时候这样想啊，到时候你运用起来呢，那三心即是一心的了，是一心的了。这里头有显教有密教，
所以我们经常的讲叫密心密教讲啊，不论什么都离不开这个三心，不过名词上不同。对，因此呢，这叫文殊菩萨光这些个叫善用其心，总说你善会用心。嗯，对。在我们讲一般的大乘教义讲，直心正念真如，凡是学华严宗的人，他一开始就修的观呢，叫真空觉相观，没有一切相。不是上来我讲这些名词啊，啊，但是我们现在讲《占刹善那耶波经》啊，跟这个相符不相符？这个我在经文里头会跟大家讲的啊。直心正念真如，直心一点弯曲都没有，这我们禅宗讲啊，就是一心修禅观的时候，直心正念真如，没有其他的舍利相啊，就直达到如来境，直达到如来境界。嗯，在我们显教讲的正念真如，在这个禅宗讲呢，直指明心，明心见性就是正念真如。对，那么念阿弥陀佛，念佛的人念阿弥陀佛，你用什么心来念呢？直心正念真如阿弥陀佛就是我自己，我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，这就是直心正念真如。身心念阿弥陀佛，那就更进一步，佛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我心即是佛，佛就是我的心。这种理解呢，就叫身心呢、啊。身心是说我所行的一切善法，没有，是我心的表现。对，不论大善小善，不离心，善没有大也没有小。说不是人家一元钱，不是人家一亿钱。平等平等，没有多少，没有大小，这才叫身心呢、没有分别、我心能施者受施者平等平等。对，没有能施所施、这就显得深了。直心身心大悲心，大悲心是普遍的慈悲，把我所修的法所证得的法布施给一切众生，众生能得到吗？但是你的心布施给众生，众生能得到加持。我刚才说发菩提心必须得记住这三种心，三心合一了，这才叫发菩提心。我们经常说发菩提心，简单说就是觉，菩提就是觉，就是一个觉悟明白的心。觉悟明白的心叫自他两立，乃至于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三心具足于一念间。不是这讲解时候这样分析了，赶你自行的时候，三心就是一心了，就在一念间。在你平时修观想的时候，三心即是一心。在我在西藏学，我们都说是叫密宗嘛，他第一个心叫出离，出离心。
跟这个执行正念真如是一样的意思。不过密宗说呀，你先把一切都放下，要处理，对于世间要有一事一物挂碍，你处理不了了。就是一切无挂无碍的处理心，不是仅为自己，让一切众生都能处理。所以为什么叫密呀？它的深意就是，你说处理心的叫一切众生都处理。当我念阿弥陀佛想生极乐世界的时候，说这个世界上一切受苦受难跟我同时的生极乐世界。他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不是想我自己生极乐世界，所有这些受苦受难跟我同时生极乐世界。大悲心，在密宗讲呢，第一心处理心，第二心是大悲心。咱们显教讲呢，第三心是大悲心，啊，有点次第不同。那么他加一个般若心，啊，什么在西藏的教授是这样子呢？处理心、大悲心，说自己具足处理心了，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处理，这个含义就是大悲心了。当自己一去处理，他没有想到就是我自己处理就算了，一想处理就想到一切众生跟我同时处理，让一切众生都处理，这是真正大悲啊。我们一般的说大悲绝不是耐见，绝不是感情，是法界心，这个道理懂得的啊，那不是感情用事，不是慈爱用事，因为什么呢？他第三心叫般若，般若心就是智慧，般若即是智慧啊，凡智慧。那具足大智慧的人，他希望成就一切众生到彼那。对，所以。去除这几种心了，完了你再去观想一切世间相。观想世间相就转变世间，从你心里转变世间。对，所以因为这个坚定信菩萨啊，他看见这世界上这种灾难呢，他说想怎样转变它，让众生知道善恶，完了再深入。我上这讲的是目的，这个中间呢讲的经文是手段，用什么手段达到这个目的。所以坚定信菩萨又向佛说，说尔时啊，说在这个世界变乱动荡不安的时候，这些众生他看见世间上灾难呢，心肠缺药，心里恐怖感，忧虑自己的身，加上他一些眷属，在生活当中啊，连一时都不能得到温饱，不得一时从阳取命，那像这类众生他的障碍因缘就多了，他与佛法还能信吗？与佛法中顿根少信呢、啊，就说他业障很重，不信佛，连信都不信，还能得到吗？信佛的少，那就说行善的就少，修道的就少，得到的呢，那个极少了，乃至于没有。到这个时间呢，渐渐于三乘中信心成就已付身上，不论小乘中乘大乘，无论哪一方生不起信念，学世间的禅定
法住通义，智之所要寻命，是转无有，就根本没有了。得神通的、得智慧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了。来自于自己知道过去，得到说明通的，没有了。啊，这叫末法。啊，得道者修道者修禅定的信心坚定的，一切全无。这是末法现象啊！咱们现在将近还没到啊，我们还有这么多道友信呢，这么多人学习啊，这末法一万年呢，我们这才一两千年，还没深入到那个程度。在那个时候不知除药，不知道除三恶道的药境，学佛嘛，修行嘛，就除三恶道了没有？不知道，不知道他怎么修呢？不知道就修不成了啊。这个时候的人根基非常钝，钝根，就换句话说没智慧，对佛法不信，或者少信，那这没有真正缘。换句话说没真正缘，遇不着好通禅道友，也遇不着名词教导，就没有真正缘。不但怀一成道果的没有啊，乃至小中成三成道果全没有了。现在听说谁得到了吗？听到得少。哦，对，我出不家八十年了，我遇到的得到的，我认为是得到者啊，对，不多。对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我所尊敬的大德们大概有十几位，但这十几位也不是得道，也不是说当生给你证得阿罗汉果乃至行菩萨道证得道果，只是这样认为，认为。像我们知道唐朝道宣律师证得是果阿罗汉，由天人证明给他送饭，天人说的证得四果了。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些个大菩萨我们认识不到，他视线的跟我们差不多，实际上跟我们不一样。但末法时身虽然是正道之手，那些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他们都在人间呢，都没离开人间呢，我们是不是引得到呢？那得看我们个人的福德智慧。对，你个人有福德智慧你会遇得到，你福德智慧因缘没有认识不到。因为在这个坚定现象菩萨说呀，他的主要目的就想让我们明白善恶，向善去恶。他向佛请求就是这个意思，佛不跟他说，对，而叫他去问，请问地藏王菩萨，这个咱们后头再讲啊。坚定信菩萨上来这段话，请佛这段话，是佛常说的呀，佛经常说，到了末法时候那些个现象是什么现象。不过坚定信在这又重复起来了，说佛你说的这些话你别忘记了，意思就是这样吧。那现在这个时间到了，应该怎么样来使这些人觉悟，能有法可依，有法可学。所以我前头
我全都举那个文殊菩萨教我们的三种起心呢、啊。这是我根据华严义啊，文殊师利菩萨在净后品上说，说我们学法呀要会学，怎么算会学，怎么算不会学呢？达到什么样的什么会学佛法呢？那佛教的嘛善用起心，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叫什么善用起心。但是我们这个用心不会用，要学学文殊师利菩萨的华严经的净行品，对，那有100多种，你怎么样来用你的心，那就是善用起心。对，这些个说的呀、啊、跟做的呀、啊、很难得相符。如果我们说的跟我们自己所做的言跟行相合，乃至于心能指导行，行能启发心，这就更难得了，更难得了。嗯，第一个，我们先要把贪嗔痴放下。我们去天天念，我们道友们呗，天天每人都要念。嗯，我们的贪心放不下，不管你贪什么，有贪念，嗯，你从外表上不容易看得到，啊，以前我们寺庙有个寺庙里头，有一位老和尚，啊，修行蛮好的，蛮好的，嗯，从外表上看着非常好，他贪心不舍，不舍，这历史了，啊，历史的故事啊。那么他积攒了几十年，所有攒的钱呢，那时候是花小银子，他把它积成个大元宝，啊、哦，拴在腰杆上，睡卧不离。那有一次他解小手，到那儿稍微一不注意啊，这个绳子断了，因为他系了没换绳子，系腰带绳子断了。这一段呢，所画这个人坨坨呀，就掉在那个粪池里面去了。那时候我们在寺庙的解手的地方是大的大茅棚大厕所，不是像这个马桶，这马桶掉不下去了，掉到大粪坑里去怎么办呢？那这个老和尚放不下呀、啊。攒了这么久了，啊，跟着他也就死亡了，啊，死亡了。他还有他的道理，有他一定修行，有功力。死了，他并没有变啊，变了一个乌龟，爬到粪池里去了，抱着那个元宝，抱着他那顶银子，嗯，完了，他给那个知客是托梦，他说我因为放不下，贪恋堕落了。现在啊，我请你帮助救我。哦，这个是在梦中，这是在梦中问他我怎么救你？他说你请人把那粪池掏净，完了时候那个元宝啊，你拿我的元宝钱呐、啊，给这个剩下的给我打斋供众，给我忏悔。而师父就照着这个意愿给他做了，做了。做了他就得救了，就解脱了、嗯、但是他还有部分修行，除了贪之外的他别的功夫还是很好的，如果没个别的功夫他也做不到能给这个托梦，对、啊、给自己说托梦，这是一个故事了、啊、所以我们在功夫用功夫的时候，修行时候你可以检验你的身心有没有特别专注一项。我说这个故事什么呢？
他是专注那一项了，全部精力用到那个攒钱上去了。如果不是专注一项，不是专注一境，不会有这个现象。嗯，那么如何不能把这个专注境送到念佛上呢？没这个善根。我们大家列位对于我们的修行念佛，或者你专持一行，或者诵经，诵金刚经，天天不断，永远入世，这叫功力。你乃至于诵一部弥陀经，你临命终时绝对升得到。说怕的什么呢？总断，诵诵断了。我修行呢，如果你几十年如一日专持一门都可以。我看见一个人啊，咱不说他的名字也不说人，就是现在的他对佛，你说他信吗？不信。你说不信吗？他吃大悲咒。我听他念起大悲咒了呀，念得我糊里糊涂，我不晓得他念的什么大悲咒，但是他几十年就这么念，活了九十多岁，他也吃肉，他不吃素，啊，但是他临命终时非常的清楚，他93岁吧，啊，那他跟他的儿子媳妇嘱咐，他说我要死了，我要走了，我不吃了，嗯，你们帮助我，我这请师父们念经的，自给我念大悲咒，不要念别的。那他除了信大悲之外别的都不信，他能够预知识字，知道他要走了，而且走的时候呢，别人向我讲啊，走的时候非常清楚，他说观音菩萨来引导他来了啊，来叫他来了，接他走，虽然没说极乐世界他念大悲咒，就是观音菩萨救他了，他就来观音菩萨把他引走了。我们信佛的人很信，我也很信，不管他别的一切错误不管他，这是他念大悲咒几十年如一日，说只要你有一行法门，这就叫功夫。对，就怕什么呢？说今天修修这个，明天修修那个，完了或者是中断，效果就没有了。在这个无作那时的末法时代，所以我们要有一门叫深入，不是整身的研究，你就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你从来一天没断过，阿弥陀佛还不能接你吗？但是你得按照大势至菩萨说的，光念不行，一佛念佛必定见佛，你口里念，心里还得想呢，心想就叫一佛，口里念佛，心里想佛，这大字不说一定能见佛。这是在楞严经啊，25圆通，大势至菩萨说他证得圆通就是一念。